他只有愿力而已啊，他只有愿力而已，他只有为众生的愿力而已，身心什么他那个都不重要了，他名与利啊什么都不重要，只有希望为众生着想，好，就这么到日本去。那我们当然是啊，当然这个古人的心胸我们是这个是向往啊，但是要做到他那样子实在不容易。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自己生活弄简单一点。古人之所以那么能够成就，真的是生活太简单了。他没电脑哈，也没有电视啊，没电脑也没电视。连个我们有一个祖师叫湛南大师哈，那个天台就是在他湛南大师的传到湛南大师的时候而中心的。好，那你看他一天从早到晚都在写作，写什么呢？注解南那个天台三大部，他就在注解天台三大部。现在天台三大部最殊胜的注解就是湛南大师的，哈，湛南大师的这个注解。他没有时间去跟人家去玩啊，什么时间都没有。他吃完饭就是坐在那里就开始写作，就开始写，就一直注解。好，就一直把这个法哈流传到后世，因为在古代只有文字有办法传到后世了。对，他这一辈子，因为这些人都知道，这祖师们都知道，自己今生的影响其实是很有限的，可是你要留下文字，那个影响可大了。哦，那个影响可是生生世世了。所以他们宁可关起来哈，不要名也不要利哈，就是关起来就开始写作，就一直着笔就一直写下去了，要把这个法给它传扬下去。可是你写作的时候，外面人知道你在干嘛吗？不知道，那是不是很？你们大家可能看起来是一个很孤独的路啊，孤寂的路啊，但事实上不是，不会哦，在他心里是。啊，在心里是很欢喜的，而且觉得是很重要的，要把它传扬下来。所以我现在是提这个，就是觉得，就是意思是，看我们现在是还没，当然还没有办法像祖师们那样子的愿力，好，那愿力。可是呢，我们要警觉我们现在的状况，好，真的要警觉，好，至少我们小地方的苦哈，就赶快要警觉了。像我刚刚提到的，啊，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沉溺在这个小小东西上，在那里玩啊，会玩物丧志啊，啊，玩物丧志是很可怕的。玩一样东西，玩一玩就，你就人就掉进去了，你什么时间就陷进去了，就没有了。像我也听说有一个人，他好不容易事业起来了。事业已经往上爬爬爬爬爬到有一点起色了，以前还欠债，后来他很认真哈，啊，给自己砥砺勉励啊，然后认真的去振作，事业慢慢起来，已经不负债了，有赚钱了，可是却被一样东西给黏到了，就是小白球，他会去打小白球，就是那个高尔夫球，那就惨了，这一年到，那就很辛苦了。你本来勤俭持家哈，啊，人家讲要持家就是要勤俭才有办法持家，你没有勤俭是持不了家的。你只要花费一多哈，久而久之就只有往下掉了。以前古人就这么讲，他说你看你这个人的这个家的家运长不长啊，家的运啊，你在这个家族的运走不走的绵延，走不走长，就看这个他的。这个家的主轴哈，是不是以勤俭为主？如果不以勤俭为主哈，他是绝对走不久，再大的福报也会消完，再大福报也会消完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慢慢的哈，去察觉我们现在身心的啊哪个状况，我们是不是有哪个东西粘连在那里啊？就要慢慢的，可能一下子拔脱不可能了。啊，但不容易哈，你要马上放下那个兴趣或是
啊贪着的这些，要马上放下是很不容易的，我也不容易啊，我也承认我自己也不容易，啊，我也是凡夫，啊，但是我们要警觉这个，啊，要常常啊警觉，要发现，哎，真的这个是个问题，要先看到这个问题，能不能解决，那就是看我们自己慢慢要去解决它，啊，解决我们的这个习气，好，啊，我们的这个到底是，会贪着在哪一个点上？像莲池大师，我不是讲吗？莲池大师，他只要被火一烫到，有时他闭关的时候在倒开水，火一烫到，他就一手一缩回来的时候，他马上就第一件事情不是说啊手好痛，不是哦，他第一件事情就想啊糟糕，我还在为了这个色身哈，意思是他还没有脱离五蕴炽盛苦，他还没有他还会去保护色身。他觉得他也是被这个生死绑住，光是这个烫到这件事情，他觉得他还是不自在，他还不够自在。你看，光烫到一件小事情，这个人他就会觉得说啊，糟糕，我还是不自在。他会想到的第一个念头是这个，好，他不是想到去拿消炎药或者是什么，不是。那我们其实修行是第一个要先培养这个智慧，啊。这个第一个念头要去想到，你要朝这个脱离生死的这个方向，这个智慧去。我们要常常去警觉这个，这样子，就算我们还没有解脱，没有关系哈。你已经种这个，往这个朝这个解脱这个方向的智慧去慢慢培养了。你生生世世就是执种得本啊，执种得本就是执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很重要的这个本啊。我们的生命哈。这个慧根的根本就在这里啊，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哈，那我们在未来生中，就算今生没有去极乐世界，或是有什么其他的哈，那你未来生中哈，只要听到相应的出世间的法，你就会很欢喜了，你就很相应啊，就会很相应。所以就是在起心动念上下功夫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。下面经文呢是诵，哈，重诵。重诵呢就是把前面的这一段比喻，啊，跟比喻以及要比喻的啊，这个法呢，都再重新讲一遍。好，那我们这个。这一遍可能我们就不用再多太多谈了，我们给他欣赏一遍，好，我们来念一遍这个重诵的这部分，因为跟前面是一模一样。好，521页经文，尔时摩诃迦瑟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。好，这个迦瑟尊者他就要把这个比喻再重新再啊，用偈语再讲一遍。我等今日闻佛音教，欢喜踊跃，得未曾有。佛说声闻当得作佛，无上宝具不求自得。他就是这一段在形容他的欢喜，啊，他的欢喜，啊，这个不求自得的欢喜。啊，譬如童子幼稚无事，舍父逃世，愿到他国，周流诸国50余年，啊，其父念子四方推求，求之既疲，顿止一尘，照例设宅五欲自娱，其家巨富多住金银，砗磲玛瑙珍珠琉璃，下马牛羊连与车尘，田野同仆，人民众多，出入喜利乃遍他国，三姑古人无处不有，千万亿众围绕恭敬，常为王者之所暗念，群臣豪族皆共尊重，以诸缘故往来者众，豪富如是有大力士。好，这一段也是跟前面描述的是一样的，啊，就是童子呢啊已经离开父亲很久了，好，周流诸国51年，就是轮回生死这么久了，
啊，那么这个父亲也为了找小孩四方推求，啊，也找很久，就是佛呢要度化我们，也十方法界啊去度化众生，那么一定要找这个机缘成熟的人去度，啊，那么其父又念四方推求，啊，求之既疲，顿止一尘，就在一个地方，啊，这个哪一个尘呢？啊，就是这一佛圣之大尘，啊，照例设宅，无欲自娱，其家居户多诸金银，彻具玛瑙，啊，就是在那个地方开始，啊，把各个法慢慢的弘扬开来，让有缘人能够慢慢的进来，啊，那么他的啊，佛呢所体会的神通、智慧、道力都具足，啊，这是比喻成道之相，啊，这个彻具玛瑙、珍珠、琉璃等等这些威德啊特征，就是啊表示他的成道的相貌，以及他要弘化一方的这个相貌，啊啊，这地方就是在讲这个父亲。有大力士，就像佛呢他有大威德一样。好，看经文，好，这个是重复之前的哈，我就不再多说了。俄年朽麦意念亦又念子，树叶为念，时时将至，此子舍我五十余年，库藏诸物当如之何。好，那么佛呢他念他的度化众生因缘也快要结束了，他也想到小孩，啊，想到这个他的啊小孩，要想要把这个佛法赋予他的弟子们，有缘的弟子们，啊，但是要怎么赋予呢？好，好，翻过来，尔时穷子求所依止，从义之义，从国之国，或有所得，或无所得，饥饿雷受，体胜疮险，见此经历，道复铸成。啊，这个离开很久的，啊，离开很久的这个穷子，也慢慢的啊，善根福德因缘都慢慢的具足了，啊，然后来到这个佛啊所住的这个大圣平等之法的地方。下面经文，拥令辗转，遂到父舍，啊，就是来到父亲的地方了。尔时长者于其门内施大宝藏，处狮子座，眷属围绕，啊，诸人侍卫或有计算金银珍宝，出纳财产，注记眷书。穷子见父豪贵尊严，未是国王、洛国王等，啊，今不自怪，何故至此？这一段呢，就是在讲他看到佛的威德，啊，比喻看到佛的各种威德，啊，以及大圣之法。他呢，因为心呢比较小，啊，他很没有办法契合这个大圣，啊，所以复自念言：我若久住，不见逼迫。强去始作，思维是以持走而去，借问平理欲往庸作，啊，当然他是就赶快离开了，啊，就赶快离开了，啊，长者四十在狮子座，啊，翻过来遥见其子莫而视之。这时候父亲呢就见到这个小孩，啊，当然这个父亲佛呢当然是看得出这个小孩过去生中的根气，啊，他各种根气他都看得出来。即次死者追捉将来，穷子惊患迷闷必地，世人指我必当见杀，何用衣食使我至此？长者之子于此狭劣，不信我言，不信师父。啊，就是这个长者呢一开始用大圣华严之大法来教化这个小孩，就即次使者追捉将来，啊，这个就是在比喻他用大圣之法啊来教他。
可是穷子惊患，迷门必敌，他没有办法接受啊。世人执我必当见杀，何用一时使我至此啊？所以他一直没办法接受这个大乘之法，就是啊，不要变，就是啊，因为没办法接受，所以没办法逼他啊修大乘之行啊。所以长者知道啊，小孩是这样的心啊，不信我言，不信师父，他没办法接受大乘。好，下面经文，这时候呢就改以恶圣啊，就把大圣的教法先暂停啊，暂停就不教大圣了。所以这华严会上第一个先讲华严，然后再来开始才讲到阿含时，就是才开始第二时才讲到这个四圣地，这个恶圣的四圣地。好，即以方便更浅愚人渺目挫漏无为得者啊，这个时候呢他就用方便善巧之法来度这恶圣的行人啊，恶圣的行人。所以呢他要用方便啊，用方便就是要遣派遣的人呢啊，要向恶圣行者，然后教导他恶圣的法，教导他恶圣的法啊。这个无威德者就是恶圣的人，因为他没有办法像佛那么大威德啊，福报智慧都圆满没有，所以呢他是无威德者。如可与之云当相顾，除出愤恚，备于儒家啊，穷子闻之欢喜，随来未除愤恚，进诸房舍。你教他恶圣之法他就很欢喜了啊，就是先教他除这个愤恚啊，就是先教他断见思的烦恼啊，备于儒家，就是这个结果呢就是他可以出三界轮回之生死，他这个价值就高啦啊。所以恶圣觉得他得到阿罗汉果，觉得他已经很不错了，他精进努力却得到这么好的结果，所以他会觉得他的阿罗汉果已经很高了啊。但事实上那个跟佛比较起来啊，那是没有办法比的。好，我们看528页。这时候呢，长者与友常见其子，念子于列，要为比试。所以长者呢，这时候在窗户旁边，有窗户旁边，就看看，偷偷的看他的小孩，就常常见到他的小孩，他就知道这个小孩呢还是在余烈中，要为比试，他还是心胸还是在乐修小圣之法，好，他还是喜欢修小圣之法。好，于是长者着闭扣衣，直出愤气，往到厕所。说这时候呢，长者呢就着这个闭扣衣啊，就是这个在比喻佛呢，他就是示现老比丘像，来度化这个五浊恶世的众生。好，这着闭扣衣，直出愤气，往到厕所。往到厕所就跟他在一块，去看他，跟他在一块。他一定要视线跟众生一样的相貌。假设现在有一个他真的是，假设真的佛哈，来到我们人世间，他不可能把天上的那个报身的样献给你看，我们一定会吓到啊，一定会吓一跳啊，可能还把他当成不是佛。所以佛呢要度化我们，一定视线是跟我们一样的啊，长得是很像的啊，那穿得很像，吃的是一样的啊，那他一定是视线是这样。好，我们看下面啊，方便附近欲令勤坐，即儒家病徒足有啊，饮食充足，间隙后软，如是苦言，汝当勤坐，又以软语落入五指啊。那这一段呢是在讲你要修思念处了，就是方便啊附近欲令勤坐啊，他就啊在他旁边啊，然后呢告诉他你要好好的用功啊，好好的去除这个愤啊，勤坐啊，
金一炉架给你这个你的这个好的报酬。这个呢就是在讲他修，让他修思念处啊，然后思正情，让他慢慢的出这三界啊，并图足有，就得神通道理啊，饮食充足，见习后软啊。这个呢就是在慢慢的啊告诉他，他这个自立力，他这个自立，因为他只能啊只能给他自己先给自己自立啊，让他身心能够慢慢的安稳下来啊，啊让他能够放心的啊能够留下来啊，让他放心的能够留下来。苦言如是苦言，如当勤作啊，好字哎，如当勤作啊，又以软语若如无子啊。就前面呢，前面饮食充足，见习后软啊，就是又跟他讲你如何修止观啊，如何修这个智慧啊，啊各种法都慢慢的教他。这个就是饮食充足啊，因为修行呢是以法为食啊，啊以法为食啊，啊那这也可以当成就是他的见习后软，他睡觉的地方啊也充足，这个呢都是给他法，都是比喻给他法啊。那又以软语若如我子，就是慢慢的啊就教他啊，教他这个七菩提分八正道，让他慢慢的证初果恶果，慢慢的证果，一证果就是从就是到见到位啊，就入见到位，那就是真的脱离，这、就是脱离生死这一部分，他至少已经到初果了，初果呢就是已经保险了啊，保险了啊，就若如我子，就好像我小孩一样啊，就是至少他已经相似他的小孩了啊，已经保险了啊。长者有志见令入出经二十年，只做家事，视其金银珍珠玻璃诸物出入皆是令之啊，由除门外紫树草庵，自念平视我无此物啊。这个呢也就是要慢慢的跟他讲啊，慢慢的让他啊，除了慢慢的断见识恶惑之外啊，也慢慢的告诉他只做家事，视其金银珍珠玻璃，就是慢慢教他大圣之法啊，就是佛陀的宝藏嘛啊，那个大宝自然而至，这个大宝啊，佛陀本身内有的这个所有的功德法财都慢慢的试给这个小孩子知道，这小孩子呢也慢慢知道哦，原来哦还有这些东西，可是呢他没有想要求他，可是至少先让他慢慢知道，视其金银珍珠玻璃诸物出入皆是令之。所以其实我们听经闻法真的很重要，就是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做到像佛这样，或是真的这样修，但是虽然好像觉得哎没有办法啊，这样子哈，但是你常常跟他讲，常常听，常常听，就好像佛子哈，他像佛呢，是他的金银珍珠玻璃，就是他的功德法财，他所有佛的智慧跟慈悲，都慢慢的告诉这个二圣的这个行人。虽然这个二圣行者哈，他没有想求之心，可是听久了，这因一直种下去就不一样了。最后久而久之他的心胸就越来越大了。所以我们听经闻法哈，一开始一定会做不到，觉得啊我做不到，觉得或是说啊我烦恼还是很重啊，我习气还很重，我还是如何如何，但没有关系，你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啊，那个久而久之时节因缘一到啊，这个解脱就离我们不远了啊，这是真的啊，这是真的，我们一定要常常保持的这样，好，所以即使啊
皆使令至有处门外，啊，就是他还是在门外，只述草庵，自念平视我无此物，就是他觉得自己还是像恶圣，啊，他没有想要有希求之心。好，翻过来，这个呢都是在重复之前的故事。好，复之子心见义广大，啊，欲求财物，集聚亲族、国王、大臣、刹利居士，及此大众，说是我子，舍我他行，今五十岁，自见子乃已二十年，习欲莫成，而思是子，周行求索，遂乃至此。凡我所有设宅于人民，系以付之，自其所用。这个呢，就是正付他的家业、他的家财给这个小孩。好，因为父之旨意见以通泰，啊，父知道这个小孩子的心呢已经渐渐广大了，啊，慢慢的已经可以含受得了这个大圣，所以这时候来谈一佛圣，他就会起的欢喜心，会起的很大的欢喜心，啊，所以欲与财物集聚清楚光大乘，就刹利居士就把各个菩萨啊，等觉菩萨、十地菩萨，好，这些菩萨都召集过来，好，然后开始讲这个法，一佛圣之法，就赋予法禅，好，所以于此大众说是我子，舍我他行，今五十岁，啊，就是这个是我的小孩，只是他啊轮回生是很久了，那么自见此乃已二十年，啊，这二十年中他证了阿罗汉，转凡成圣，啊。然后正式入了如来之家，成为真佛子，啊，成为真佛子。啊，那啊，现在就是凡我所有设宅人民，就付给他自己所用，就正付法财。好，我们在座各位未来都会有这一天。我先恭喜各位，希望我们这今生结的这个法缘哈，未来大家都会遇到，啊，就遇到，啊，这个法缘是最好的缘呐，所有的善缘法缘最好，法缘是所有的缘里面啊最重要又最啊最殊胜的了。啊，所有的缘就是这个缘是最殊胜的，所以你不管如何到哪，就是要结法缘，结好的法缘，啊，在未来生中啊，那个往往救我们的就是法缘了，啊，往往救我们的就是法缘，嗯，好，下面经文，啊，自念习平，自意下念，今于富所大获珍宝。并及设宅一切财物，甚大欢喜，得未曾有。这个呢，就是啊，就是他这时候形容他自己，念他过去啊，心胸还没开阔，志意还是下劣的时候，现在呢，在复所啊，先然后慢慢的心胸慢慢通泰，啊，越来越大。这时候又富了法财，大获珍宝，啊，所有的财物甚大欢喜，得未曾有，身心起大欢喜，啊，好，这个呢是我们寄诵，把过去的这个诵，啊，过去的常行重新再诵啊，重新再讲一遍，好，下次呢我们来谈这个诵里面的合法。好，就是把这个比喻再给他讲清楚，啊，那下次可能会比较多的教理，啊，啊，里面提到很多的教理，有天台，可能会把天台的一些教理再多跟大家谈一谈，好，有一些阶位，啊，啊，这个跟大家多谈一谈，啊，因为这个范公就是信范老上，啊，他在这个地方附带了很多资料。那么我会把里面部分的资料跟大家，好，哎，来报告研究一下。
好，让我们都有一点这个教理上的概念。好，这个我们虽然现在是没办法真的啊，按这个真的能够修到像这个教理上谈到这样啊，但是呢，种这个因很重要啊，种这个因很重要，我们要把这个因种好，好种下去，在未来生中啊，它就会发芽了啊，就一定会发芽了。嗯，好，今天到这边有什么问题？好，请说啊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，悟无生，回路娑婆度有情。哎，但是你悟无生，你就安全了。哎，悟无生就安全了，就是得无生法忍嘛，你已经见空性了，你已经安全了，你不会再退了。哎，就是你说啊什么？这个就说那时候人在哪里是？你到极乐世界哈，你可以到所有其他世界，都可以看你个人的发愿，你的愿力，你的想法，哎。那佛陀都会尊重我们。比如说，我举一个例子哈，我举弘一大师哈，弘一大师这个例子最明显。弘一大师自己有讲哦，他因为他早上起来就会念地藏菩萨圣号，地藏菩萨圣号哈，这是他传记上有提。那么他的意思是说，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然后但是呢，他呢要去西方世界修好一点，我呢要去帮助地藏菩萨，这是看个人愿力了，因为他很想帮助地藏菩萨，他对地藏菩萨很敬仰。哎，弘一大师啊，弘一大师，就是因为他都会练，他劝人也会练地藏菩萨嘛的圣号嘛，可是他是以去极乐世界为主了，他平常都是练佛号。他给自己每天念的佛号念了很多，几万声。那但是呢，他不地藏菩萨圣号是早上起来他就会念一小段时间地藏菩萨圣号。那么他呢是想说，他要去极乐世界好好修，好好修。那未来生中呢，他要去帮助地藏菩萨，他想要帮助地藏菩萨，助他度化众生。所以这看个人意愿之取向，到极乐世界去之后哈，那个地方等于是一去就不退转嘛，好，一去就不退转。那如果按照我目前的资料看哈，看到他是可以，就是可以到十方各个世界都去都没有问题的，啊，那看我们个人的愿力，嗯，如果要到极乐世界还能再回来，就不可能退了。因为那个他至少已经，他要一定要有能够证到无生法忍，啊，他至少也要见部分之空性，啊，所以，这个可以放心了，不用担心说回来以后万一又沉沦了怎么办？不会啊，那是不会的，不可能的事情。意思是说，娑婆世界只有一尊佛啦，啊，就一尊佛啊，那么他来世界成佛，那只有一尊佛怎么成佛？意思是这样，哦，他成佛不是他来就是要成佛，不是啦。所谓是等于是来十方各个世界，他有缘的地方，他还修菩萨道啊，他常有的菩萨道要修啊，他不可能一世就成佛了，不可能来娑婆世界。所谓来娑婆世界度化众生，是看他个人的愿力，他如果有想的话。如果他修到很高的话，哈，在极乐世界修到很高的话，那叫他看他个人的愿力嘛。但是他个人的愿力这件事情，就是，啊，就是他，就算他不管到哪一个世界去发心跟众生结善缘，哈，去度化众生，他不是去就成佛了。哎，他不是，他可能至少也要很久，他要出入生死轮回，到各个世界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去。度化哈，这就不知道，但是他一定有啊非常久远的行菩萨道，哎，所以不是说这里有释迦牟尼佛，我下来不就那不是说下来就是要成佛的，不是的，到极乐世界也可以成佛，
对对，至少对对对，他一生不处很多，至少可以到初住啊，全教初住哈、啊，就相当于别教的初地了嘛。啊，你这个你就可以十方法界去示现成佛了，你那时候就是最安全，这个比罗汉都还安全啊，不是罗汉就已经很安全了。嗯，龙女成佛的这个佛是初住的佛，哎，对对，都会成佛。你说如果每个人都成佛了，那怎么办？那是大家都从大圣大圣至圣佛哈，哎，大通至圣佛那时候哈，大通至圣，我在《法华经》里面讲大通至圣佛嘛，好，那时候然后弘扬，那时候你看哈，从那时候到现在，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时候，那时候到现在哈，到现在这么久远了，还是啊十方法界很多众生嘛，所以我们他中间不是成就了无量的佛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个是我们没办法用我们现在的相对意识去思考，我们现在没办法用我们的意识哈。就是我们的那个对立的意识来想佛陀的那个境界，他是没有办法这样去思考的啦，哎，所以我们最好不要用这种理论去推哈、哦，去推说哇，大家都成佛了，那我这世界怎么办？可能没有这个问题，可能没这个问题，嗯。重点是我们要能安全解脱，这个安全很重要。比如说举个例子了，开车念佛了，讲开车念佛了，我常常有时候鼓励人家，你走路也可以念佛啊，开车也可以念佛啊，或是做一些机械性的动作的时候也可以念佛啊。好啊，像有些人工作有些动作是机械性的嘛，好，那你也是可以念佛啊。那我的意思是说你总是比没练好了，意思是这样。那如果说你要在那个时候你还能够很专心，啊，你眼前的这些动作又不会出错误哈、哦，这个也要有点功夫啊，这真的是要到某一些功夫了。可是粗浅的哈、哦，我们可以训练自己随时随地常常念佛，粗浅的了，可以这样训练自己这样，好、哦，粗浅的。但是这时候一定不专心了。你可能多一点时间还在紧张我前面的这个机械性的动作，还是或是开车啊哈，可能都还会这样。但是我们这个就是说，意思是说，那我们哈、哦、平常那个种那个佛号的因缘哈、哦、种深一点，因为你在那个状况之下，走路也念佛，开车也念佛，好，那这种状况之下呢，我们身心呢至少有一部分。比较不是在，就是至少有一部分还在重点三根福德因缘，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啊，还有一部分还在重这个，就是还有重三根福德因缘的这种转动呢，好，还有在重这个因下去，好，虽然功夫不深哈，但是总比没有好。当然要到练到很专注啊，那个就是那个要长久了，好，那个要非常长久，那就不容易了。好，如果假设哈，假设可能的话，你常常在睡觉躺的时候哈，我常以前讲说，躺的时候那种打从心里面，或是我们坐的时候，或是走路的时候，只有心里面口没有练，就是。心里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洪名哈，从心里打从内心深处一个字一个字的出来，很清楚。你常常自我这样训练哈，久而久之你会觉得很不一样。这个跟口这样练哈，你会有不一样。但是一开始我都劝人，至少你口还是有微动，微动不要吵到人家就好，还是有微动。好啊，但只是那个有空的话可以训练。训练我们的内心里面哈，从心里面一个字一个字很清楚的念出来，
啊，这个这种感觉是不同的了。因为我们的心哈，有我们的心，有的是这比较表面的，有的是比较深层的这个心灵啊。那如果说我们从比较深层的心灵哈去啊给它念出来，那种这个跟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的内涵哈会比较更相应，嗯。嗯，了解我意思，好，我们请合掌，自归依佛，当愿众生，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，自归依法，当愿众生。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智归一身，当愿众生，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何难慎重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。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